收看。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全国投资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，我是启发投郭先生。台北股市今天还是开低一样走低，那今天跌54点，量是微幅扩增到891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谈谈，来，联发科它今天暂停交易，那今天盘后哦，盘后公布联发科卖子公司估计获利逾100亿，分3年认列。然后联发科这家公司，它就是处理掉这个 Reallinking Technology， 联捷发给一个所谓的四维图形。好，重点呢，它今天没有交易，但是我之前就跟各位讲过了哈，谈投资者都是怎么做股票的哈。来，你注意看哈，来，联发科在之前的时候，他告诉你。好，卖超，然后呢？联发科一直跟各位讲，毛利率恐创新低，跳水，股价跳水。这在什么时候？5月3号。那我都跟各位讲哈，我们在做股票，在这里跳水，郭先生在这里买。我买的时候就直接跟各位讲，5月4号，联发科，这个尊荣会员哦，来，5月9号再继续买，我都是买在相对低。好，联发科，之前我在这里买，我没看到的时候，我告诉你这里要卖。那这个怎么算的？我先跟各位讲，不只用切割率以外，我还有其他技术分析。我跟各位讲哈，你要看节目就是看这个老师如何去抓高点跟低点。这里200块的联发科告诉你到263.5，264附近不要买。这里265，一堆人在买，这里不买。买这里，你这样是不对的。然后跌到这边，所有人不敢在这里买。我都告诉各位，我会买，因为我一直跟各位讲过，我都是低买高卖，我都是低买高卖，都有扣讯单为，扣讯单那个是证据哦。很多人哈、哦，狗先门帘就靠一张嘴，涨的他都有，然后跌的就告诉你他在高档卖掉，他在高档做放空，那是没有用的啦。好 ，OK， 那联发科下礼拜就开始做一个所谓的反弹。那重点，你不会在这里买，你错失掉了。那甚至你在这里砍掉，可惜。那我在这里买，我跟各位讲哦，我联发科之前在这里买，那为什么在这里买？这边不是告诉你吗？201，这边来到190几，这附近买点上来，我告诉你264、263.5附近要卖掉，然后呢压回。这里买，这里卖，这里压回，这里要买，那有没有买？有没有买？5月4号买，5月9号的再买。好 ，OK， 这就是低买高卖。那这种功夫，这种技术，你哪里可以学得到？所以我都跟各位讲哈，今个文珠跟我来波比哈。那5月15号礼拜天早上在台北，下午在台园，你来我会告诉你如何低买高卖。就比如讲，联发科这里的低点怎么算到？如果你学习到，你就不会在这边破线的时候砍在这里，你反而要在这里买，你就不会涨上来这边跳空上开，你在这里买，你会在这里砍掉，你会在这里买。那我会事先算出来这里是买点，怎么算的？然后我会算到这边是卖点，这里算出来，然后我会算到这里是买点，买卖买，听得懂吗？那我跟各位讲哈，投顾老师要讲涨很多的股票才收得到会员，
那你当初如果来到这边，听到人家在讲联发科好，我会讲卖。所以我那个什么操作模式，我在低档买的时候，散户一般不会买；我在高档卖的时候，一般散户舍不得卖，反而会买。那我在这里买的时候，联发科毛利率创低，股价跳水，我会在这里买，听得懂吗？那联发科会弹上来，到哪里应该要卖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不知道，你到我免费技术班，甚至所有的股票我都可以这样子做。还有520后的行情规划，你来我告诉你如何事先预算隔日要涨或要跌。就比如讲，我昨天怎么跟投资人谈今天的哈？来，5月12号告诉你，5月13号，我说加权的部分这边是多底，这边是空底，但是呢，今天一开盘不是这样，开盘高点在这里，低点在这里。好，那我昨天预告给你的，我能不能当下调整一下？我调整出来，今天低点是7996。高点是8075，那今天最低呢？7999，高点8095。好，怎么做调整？你如果到我免费技术班，基本的我会教各位。我有带棋子，但是我不会在上面预告棋子。来，我没看到后面。你来，我告诉你怎么做调整哈。今天开盘在这里，这加权，那加权我会，棋子我就会嘛哈。今天5月13号9:05，这5分 K， 那我没看到，我看到开盘点，我就抓今天的高点在什么地方，低点在什么地方。高点大概就在这里，因为破线反弹上来，来，这点就今天的一个所谓的高点，这低点在什么地方？8075。今天开盘就在这里，就高点，然后低点在这里，7996，你们看到？今天最低在这里，7999。也就是说，一开盘你就知道，哦，原来开盘这里见高，这里8075，这里8095，低档在7999，不算7996。这就事先做预算的哈，这个在我的免费技术班我会教你哈。我说带着你计算机到免费技术班来，你来我会教你如何事先预算隔日加权要涨或要跌。好，比讲，今天5月13号，我们来讲5月16号。我说正对收向上在这里，过三关价的上中关在这里，正对收向下在这里，双关价的下限在这里，所以5月16号。这讲加权的，那你加权可以算得出来，相对的，好，你棋子一样可以算得出来。尤其你有做棋子的，你到我免费技术帮我教你。5月13号我们讲5月16号的加权是这样，那棋子你来我会教你怎么算，因为节目上不能预算棋子，今晚会有规定，所以下礼拜这边是多底，这边是空底，听得懂吗？那我不是无时放底。啊，不是哈，我别乱聊，那是有算法，怎么算的哈？你来，我会教你啊，怎么算。比如讲，今天在这里，我已经算到下礼拜一的三关价，我已经算到下礼拜一的双关价，我已经算到下礼拜的扣高低转折。还是扣高转折，那这个怎么算的？这事先可以算出来的。好，我们的线都事先画的。好，你来我都会教各位，甚至均线偏移我都会告诉你怎么去抓。这是我发明的哈，你看这5日均线偏移5天，10日均线这一条黄色的偏移10天，22均线是这条红色的，它偏移22天。你们看到，这个偏移的一个所谓观念，那就告诉你在这里，我就知道这里要黄金交叉，我就知道这里要死亡交叉。听得懂的请举手，一般人听不懂，所以我都跟各位讲哈，
我在教的技术分析都是事先做预算的。如果利用切割率去算出多底区跟空底区，事先算出来；如果用趋势转折去判断低档起点或高档的起跌；如果利用三关价、双关价去攫取短线的多空利润，这种最高价值非学不可的三重操盘技术，都是事先做预算。听得懂吗？一般的传统技术分析做不到，但是你到我免费技术班，我会教你。甚至我跟各位讲哈，尬技术分析奇怪的价值哈，很多人讲，来，这是我的三关价秘籍与形态学。那我跟各位讲哈，我教技术分析已经教了大概有二十几年，然后呢，这是业务员的执照，好，我不是倚老卖老，而是告诉你我经验够，民国七十八年第一次，我现在分析师执照了。只是告诉你，民国七十八年哦，我七十五年入行，现在民国一百零六年。如果告诉你，我在这个证券市场有三十年的经验，所以你就要学习这种经验，可以事先算到加权跟个股高低转折点。好，来，你带着你的计算机到免费技术班来，只要你来，你可以学得到一档股票事先算出它的高点跟低点，比如讲。你长期看我电视节目，我之前跟各位讲，联发科这里是买点，这里是卖点，这里是买点 ；TBK 这里是买点，这里是卖点，这里又是买点，对不对？八零八六的宏杰科，告诉你这里是买点。三二三四的光环告诉你这里是买点，都是我都是买在相对低档啊，用我这种方式你做股票是不会赔钱的，了解吗？所以我再重新再跟各位讲一下哈，免费技术班课程这个礼拜天早上在台北，下午在桃园，你来我会教到你会，你未来加权跟个股的高低转折点，尤其你有做期指的，你来短线的波段的，我都教你怎么事先做预算。像这种事先做预算的短线的，好隔日的，还有波段的怎么去抓？那个股你如果去买一档股票的低档跟高档，低档怎么买，高档怎么买，怎么算出来？而且我不是只有用一种特殊技术分析，我用很多种，很多种，而且有一些我不方便在节目上面讲，但是你到我免费技术班，我会教各位，好，我会教各位。那认同我的理念。想要赚钱学技术的，你一辈子受用。我已经告诉各位，你一辈子受用。我愿意教你，但是你必须要报名。会报名的就有这个福报，不报名的那我就没办法啊。需要帮忙想要赚钱学技术的，完全免费的。这个礼拜天早上在台北，下午在桃园，好，打电话进来预约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谈。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好，秘技大公开哈，来，我把技术陷阱转化为数字，清晰易懂，但是功夫深。五月十五号礼拜天早上台北，下午到高下午在桃园，三关价免费技术班。好，速播02389-8689，02389-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许哈夫妇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头部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头部，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
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嘴气疼，请用气疼五分钟。五分钟，不好。回到现场，那我一直跟各位讲哈，你看电视节目，你不要看人家在讲绩效。如果你长期在看人家讲绩效，你会被骗。你只要看这个老师如果事先去算出一档股票的低点跟高点，如果买低卖高，这样子就对了哈。好 ，OK。比如讲联发科，这里高点，这里高点，我这里算出来，这边低点，我告诉你这里是买点，那。重点是，我有买哈，5月4号买联发科，5月9号买联发科，好，我买在低档，散户会不会买？不会，因为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毛利率减低，外资调降它的投资价位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告诉你，大陆那边的一个所谓的抢单竞争很激烈，那我会在这里买。那比如讲宏杰科。我没有看到哈，之前这一个高点，散户会买这里104.5，我这边算105，这里，好 ，OK， 下来我会告诉你，这附近是买点，然后呢再重新算一次哦，我没看到哦，你要学习到如果事先买这个高点，就这一段的反弹0.382，好，我已经在教了哈，那。你要看怎么去抓这档股票低点。这附近是买点，我会在这附近买。大盘在破线，但是宏杰科已经不跌了。啊，来，我没买，有，我有买哈，全体会员买。来，这叫 TPK。TPK 之前来。之前这里叫你买，来，我再算一次给哥哥看。你不会没关系，你到我免费技术班。这里没看到，告诉你，61到53这里是买点，最低跌到55。那散户会不会在这里买？不会，这里破线不能买。你每一档都可以算得出来啊。那最低跌到55块，对不对？55块，那散户不会买这里，我叫你要这里买，因为这里算出来。对不对？好，那弹升上来的时候，告诉你，87.49就87.5不可以买。那你注意看哦，这边一个所谓跳空上开，很多人就会买这里，这最高到90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边不是87.5吗？啊，这很多人就买这里啊。那来到这边，我都告诉各位，下来这边就是买点。我已经买了，扣讯单忘记带出来没关系，我没看到后面。告诉你，这附近是买点，最低跌到这里。那散户会不会在这里买？不会。好 ，OK， 这叫凯盛。凯盛之前是告诉你，186以上要跑，最高到191。那下来我告诉你，来报106这附近要买。还没开始涨，现在在这里，这叫光环。来，没看到后面，你不会算没关系，带着计算机到我免费技术班。这个礼拜天的早上在台北，下午在桃园。他告诉你，这附近是买点，啊，这边就是买点。重点是我没有买，有，5月11号买。
好，所以我跟各位讲哈，你做一档股票，绝对不是在涨很多的时候才进来买，而是事先算出来它低档在什么地方。那一般来讲，像光环在这里，绝对不会有人买，因为它是破线。这里有没有破线？破线它不可以买，但是你算出来这里确实买一点。那我是用这种技术分析吗？不对，不止。这里扣低转折，扣低转折，它形成线上做多盘，有没有？这都是线事先画出来的。扣高扣低转折形成线下线上做，扣低转折形成线上做多盘，对不对？你这么高不过高，低破低嘛，斜率向下嘛，我把它放大一点哈。这光环高不过高，低破低，高不过高，低破低，你看不好，我看好，扣低转折，那就会往上弹。那这怎么算的？你来，我会教各位，我会教各位。所以我跟各位讲哈，那做股票绝对不是看到涨去追，看到跌去砍，对不对？联发科在低档的时候，这里不会有人买；可曾跌到这里，不会有人买；凯盛跌到这里，不会有人买。我这里都没有买哦，我这里都没有买哦。好，那一样的哈 ，TPK 来到这边破线，这个点破这个点，所有人不会买。那我就告诉你，你要站在多方做思考，对不对？好。宏杰科跌到这边，所有人告诉你不好，那你要在这里，你要看好，你要看好。所以我都跟各位讲哈，加到稳珠公五来不比哈，技术班免费技术班课程，个股如何低买高卖？低买，它是一门艺术，它是一个所谓的技术，但是一般散户不会在低档的时候买，你反而会在高档买。那你学到我的技术分析，我会教你，你放心，你来我会教你如何事先低买。那在高档的时候，所有人行好，出现利多的时候，那你算出扣高转折又来到空底区，你要卖，那这种秘技你要学。哦，比如讲2454，联发科，这里有来都有学到哈，这边附近是买点。200块是买点，263.5要卖。这里低买，这里高卖，然后这里又低买，听得懂吗？好，宏杰科这边是高卖，跌下来这边是高卖，那跌下来这边是低买，这边是低买，听得懂吗？这里买，这里卖，这里买，这里买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TPK， 这个低点这边算出来，这个高点这里算出来，然后这个低点这里算出来，听得懂吗？那你就是低买高卖，对不对？低买，然后未来高卖要在什么地方？然后凯盛这191，这边算出来，然后这边是低档，那就在这里买，对不对？光环。这个高点这里算出来，这个低档这附近算出来，对不对？那一样棋子我一样可以算，一样可以算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的公公哈，个股如何低买高卖，还有520以后的行情规划。520以后你要站在多方哦，那你现在在520之前你反而压回来是站在买方。那如果事先预算隔日加权的高低转折点，比如讲5月13号，我们讲5月16号，事先做预算，那有状况怎么去做调整，我会教你，我会教你，这是短线上的。那你来，尤其你有做棋子的，你来，我会教各位，好，啊，身心研究然后，啊，探井耳机术的策划，而且完全免费。那我愿意要教你，那你必须要打电话，你必须要打电话，我愿意要教你啊，哦，利用假日呢，啊，我假扮行云。都我跟各位讲，我就是看到很多投资者做股票，东西追涨杀跌，一辈子赚不到钱。然后做指数，永远怎么做？杀走细引流，走的高停损。那你到我免费技术班，你学一次你就懂了哈。需要帮忙，想要赚钱学技术的，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。祝各位下礼拜操盘顺利。
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好，秘籍大公开哈，事先做预算，这个外面你学不到的，但是你来我会教你，你可以学得到，所有的股票你都可以自己算，但是我会教你。5月15号礼拜天早上台北，下午桃园，三关键讲座的免费技术班，好，速播02389-8689，02389-8689，座位有限，尽早报名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许发财富，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，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吹气疼，请用气疼五分钟。五分钟，好。台北市有线电视新选择，北都数位有线电视挑战台北市最低价，平均月付350元，立即享有全数位高画质影音、高收视率频道，通通有，再送数位机上盒。现在就换北都数位有线电视，0809-096-111，早鸟申办更多优惠哦。北都拍拍 net 超值优惠，双响炮，新时代光纤标网加数位有线电视，平均月付真的只要690，加一年再送数位有线电视3个月，多人多机同步无线上网，全家吃大饱。免装机费、设定费、保证金，再送 WiFi 分享器和数位机上盒。0809-096-111，0809-096-111。